来了。卡牌一个 Q 能打250，行。来了，莫要慌张。吃人了，努努！我靠！什么监狱都关不住我。不得，不走星空。我要么皎月，要么越南，要么咱就前期天选大树。这猩红之月前期是猛哈。全是对儿啊，给我对儿死了，给我对儿对儿糊了。其实应该把这猩红撇了，应该把这猩红撇了，撇了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试斗士了。算了，都撇了吧，不要了。神盾也配不上，拉倒，不要。浪费我的地方。我们需要攻速，或者是大剑，是吧？
那万一来皎月，那也大劲。先整把大剑。定制连败，整把大剑。大剑吴亦凡，非常的 easy 呀、啊，你大爷的！这是你逼我的，小伙子。我拿个铲子，给我出天选冰女或者是天选皎月。有没有啊？摄像头放大点，你想看我的帅，看呗。这不是永恒之身的呀，这要是个永恒之身的，俺们还可以用一手。你说去哪儿？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如果打完石头人之前啊，也不打完石头人之前嘛，五级之前没有出天选月神不玩了，换森林玩。换瑞文吧，换瑞文吧，装备刚好，差不多。
先整个水银啊，女神之泪。我开不了预言，我估计又哪个傻逼可能给我举报了，我瞅一眼啊，还是怎么回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，开不了。国庆期间管的严，管啥严？一个小破预言还管的严？啊、哦、啊，没有，给你开了啊。给我来个绿纹。蓝 buff 是必须的，这选秀之前断连胜确实有点膈应。两个女神泪可以啊，这应该不是同行。我们六夜优应该能凑得上，看看啊，这个时候上俩斗士，六夜幽加个进，七人口，加个老头，不加老头。六夜幽一二三四五，五人口就够六夜幽的。那就是五个人加个进，再加个老头。再加一个剑魔就可以了。锤石天选之人开盾，一个冰碴子，漂亮。六夜幽真弟弟三星瑞文被吴亦凡吊打，不能吧？三星瑞文怎么的也不能被吊打吧？三星的种也不能被吊打吧，兄弟，那有点过分了呢，那有点太弱了，那不应该不能。你三星怎么的？也不能被吊打，你放心吧，吊打应该是不可能。打个什么吊打？三星瑞文能打死那吴亦凡？
一个 Q 就死。那吊打肯定是你不会玩。不可能吊打，你放心吧。这人妮蔻咋那么多呢？他谁呀？我靠，他两个妮蔻加六三国，你别再给他包个铲子，他整个巨人腰带，你再给他包个铲子，我不玩了。狼哥，让你们前期不拿铲子，傻了吧？可以。大棒，大棒！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冒着先给了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啊，瑞文，先转职，不用，不用先转职。我们这倒数的拿大棒，我先不说话啊，我先不说话。刷个二星瑞文吧，要不然这血锁不住啊，那都二星单刀呢，都是。狼人先用着。瑞文，蛇女可以用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我必须得整个二星瑞文，要不然打不过别人。或者是进。整个二星瑞文进也可以，进的话进其实可以换狼人，不过现在狼人两星了，我下个也有来个瑞文，三十多滴血，不知道能不能锁得住啊！吴亦凡确实猛啊！二星瑞文，六叶幽，差老头。哎呦我操！正好有个老头，哎呀，挺烦呐。算了，还是拿大棒吧，凑不出来六叶幽挺难受的。这要是个老头带大棒，我操，我直接起飞。给一只瑞文兄弟，
诱惑一条毒蛇。有没有瑞文？狼人撇了，上个亿。权力需要精度。风暴就要来临了。有没有瑞文呢？有没有瑞文？能不能给个瑞文？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给条瑞文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靠！给俩莉莉亚，天哪，我这没东西换呢。哎，这阵容上人口还能上什么呀？没东西上啊，就上个老头呗。我这上老头七人口已经成型了，有个转职的话是不？已经成型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地就行了，我们就地吧。再上营口也就上凯南。巨杀。不要为阴不行啊，那不要为阴。瑞文，瑞文，瑞文，巨杀吧，给个巨杀，龙爪冰心，圣杯。这瑞文死的好惨呐、啊！要有个水银就好了，能不能行了还？啊？能不能行了还？对嘛，死俩妮蔻留着下载。嗯，维恩不行，你维恩你得配劲呢、啊，你这莉莉亚有什么用啊？你上营口上一个他还行，把那腰的给换了，换个老头，差不多，也就这样了。
两神社后期有什么用？弹弹乐啊，不得弹吗？来个水银这波。完了，按错了，还把赵信买了，嗨呀！全是劫呀！全是劫，不行，往后排放一波。往后排放一波，哎呦我操，哎，这吴亦凡真的好克我呀，我发现我真的挺猛了，我感觉我都真的，我都感觉我特别的猛了，我看到鱼食了，但是不行，打不过他，连水银都没有，不行，这波往后了。你老要换维恩，行，我给你换一手，行不行？我给你换一手。你干哈呢？巨杀！你好啊，爱人。你说我上两神社，上三星红，上蜘蛛啊！蜘蛛，蜘蛛得找啊！好像我挺克着劫的，我发现他在那一顿掏，掏不动我那锤石。
看看近打多少伤害吧，不太行啊，这虚区有点低呀，撇了吧，不要了，还能提供点控制。 哎呀，还好这吴亦凡死了，我天哪！还好我的锤石他比较的猛，要不然我就没了。挂老头吧。 来个近的，满了。 打不过啊！但我应该不会负太多的血，我觉得，负血多的应该是他们。比如说这个，我负了8，他能负几呀？他负10，我们第4名，漂亮啊！这小子第5名坚持住了。 结账。